体是体会，究是研究，啊，在我们佛法里面叫参究，啊，参究跟研究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世间人讲研究，研究里面呢有心意识，也就是什么，有分别执着。那参究呢？参究不能用分别执着。力妄想分别执着叫做参啊，这里面呢掺杂着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叫研究。所以研究是世间法，参究是出世间法啊，或者是研究呢是世法，参究是出世法，不一样在此地。那怎么样参究法？你多看，你多听，你没有分别，你没有执着，你没有意见，你没有批评。那我们用一般讲的纯客观。那你有分别执着，你有意见，有批评，你有主观观念在里头。主观观念是什么呢？是五种见惑里面的见取见、解取见。所以你掺杂这个东西在这里面，这叫世间法了。所以我们要学，看得很清楚，听得很明白，不起心，不动念。不分别不执着啊，再说是不批评。不表示意见。没有意见。没有意见没有批评。你才能看出事实真相。那是智慧呀。如果夹杂着分别执着在里面呢，你所见闻觉知啊，你所看到知识不是智慧啊，知识跟智慧啊完全不一样啊，智慧是很微妙的。所以现在人呢求智慧很不容易啊，他意见太多了啊，喜欢批评啊，爱发表自己意见，全是知识啊。那真有智慧的人，是有涵养的人，他看到他不出声的，你不向他请教，他不会说的啊。你向他请教，他应机说法。看你是什么程度，看你能接受多少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